这个就面个型好了。哎，这得包几个呀？就这些面都给你包得了吧，小啊，都小啊。昨天包饺子剩了点馅，我妈今天来给烙饼吃。馅跟面都是剩的，都是昨天剩的。吃完饺子吃饼，明天吃啥呢？明天吃面条。手擀的呀？你说我傻的，我没心思给你烙馅饼，我寻思剩这些的饺子面给你俩抻面片吃。面片、嗯、那玩意没味儿谁吃？哎呀，可好吃了，带汤的。片糖。人家就最爱吃抻面片。包包子的手法只能这样包，要不这馅儿得有水吗？包了几个？看看吧，几个？12、13、15、16、17、18、19、20、21、22、23个，我还剩一个剂子，剩那个剂烙面片吧。嗯。其实这回不应该擀，知道吧？就搁手摁就行，一摁就摁，冒肚了，擀冒肚子了。你看这就冒肚子了。那个小，还有馅儿，是最后一个。哎，我饿了，饿了。你不在外边干活呢吗？嗯、闻到味儿进来了。没有啊，我知道烙饼了。能用？能啊，我这家事老全了，我跟你说。关键我看塑料的能不能？哎呀，硅胶的可以用的。他们说那是苍蝇拍儿。真的。他们说俺们炒菜用苍蝇拍儿。不烫手啊？不烫。你给他扣那个这点。啊，对呀。哎呀，这脑瓜子咋的了呢？哎。妈啥时候熟啊？马上就熟。饿呀，饿的叽里咕噜的肚子。咱姥爷就说饿。饿。饿不饿？妈，我小时候在我老家，我姥爷就说饿不饿？我第一遍没听明白，后来饿不饿我就乐了。他们都愿意说饿不饿啊？饿不饿？那个大鹅不叫大鹅，叫大鹅。大鹅。嗯。棉袄不叫棉袄，棉袄。还有叶不叶、嗯、小时候在我老家夏天我老说你叶不叶黄小点的叶买雪糕去你这影响他呢这谁都说我这个衣服好看好看呢买这样的衣服买花买碎花别买那种大花大花嫌老老嫌老买大的花嫌老大的不嫌老我已经都老了还嫌老呢本来就老了妈你忘了咱俩曾经认识大嫂了咱俩是朋友谁说的？小那个俏俏六个月前，跟他妈出去逛街，嗯、我背咱妈背着孩子，嗯、我跟着他。人家说的，咱妈试件衣服，他说的，你看看你让你朋友看看，你看这衣服多好看。我当时就尴尬，我说他背那孩子是我孩子，我说他是我妈。姐、啊，那你说那人是嫌咱妈年轻，嫌你老呢？我问咱妈了，过后边走边问他妈呀，我这心情老压抑了。刚生完孩子不就胖点吗？在这也没啥，没我啥事儿。你俩那个剩下的我也帮不上忙了，我只能帮你俩出点力。你现在没出力的，我走了。走了啊，嗯、拜拜。我送你啊，不用，你到大门口来。拜拜，慢点啊。嗯。太冷。哎呀，下午真冷。不送咱妈。这两天我俩比较忙。然后我妈上着班抽空过来给我俩做饭怕我俩吃不上饭今天做的是这个韭菜鸡蛋馅的饼